攻击、言语霸凌，郎祖筠火爆回呛啊！你刚出道的时候是在连连环炮，我们里面会扮丑啊，然后我们走在街上，对，跟你一样，几个人因为胆子大嘛，他就开始，哎，你看那谁啊，那不就是电视上那个很三八的吗？对啊，小丑啊，我就直接回头就说，关你什么事啊？